在哪里学的 cheese 啊？小朋友水的 cheese。哦，你什么小朋友啊？你什么小朋友？这个出大的，老师好朋友，所以这个 cheese。啊、哦、，Do you like Bucky? Yes. Do you like Monty? Monty. Yes. 啊、oh.。爸爸，那你是 like Monty more or like Mama more? Mama more. Thank you. Do you like Monty more or Bucky more? Bucky more. Oh. 你要不要把它抓起来？只能你来抓，宝宝。好。Very brave. 宝宝 yes. Yay, 宝宝 good job. Yay.And put them on the earth. Oh, I did just like. Yes.
Yes, good. Very good. What else? Even something unusual. That's another unusual.上次来 Lab 都已经是一年了吧，今天不得不回来一趟，因为一些公事，然后发现 parking lot 确实是挤满了车，然后今天化了小小的妆，因为要做一个 interview， 嗯，也为什么我来要待上一天的原因，现在我就要进到 building 里去了，然后就不能拍摄了，因为他们要摆拍我工作的样子，所以呢，我还专门借了一个同事的 office， 因为我的 office 已经被腾空了，然后需要去和别人挤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其实也没有很 nice， 但是呢，它的有个 courtyard view， 所以就还好。Just working at the piano. The team has 15 staff members with a very rich set of expertise, focusing on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hydrological processes. Such as means, water management, increasing water energy,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improving water management.其实事情是这样的，Several days later， 我遭受了生活的连续重击，这个蜜蜂这个叮的包还没好呢，然后昨天就被 poison ivy 给整了一身的包，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请看这个手。Alexi 在家胡玩，然后激发了一点妈妈的画画的欲望，是不是啊？虽然妈妈画的也不咋样，但是呢，也还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作品。哎，这是一个 Animal Ensemble， 对，一些简单的画，嗯，哎，漂亮。丢东西是对的吗？还是错的？错。那你为什么要丢？爸爸丢。以后还丢不丢了？被丢了。丢了怎么办？丢了。这怎么办？怎么办？丢了 sorry。Sorry 不行啊，那你 sorry 以后不还丢吗？不丢了 sorry。丢了打不打 ？Sorry。要不要打？打不打手？被打死那怎么办？那你还丢啊？丢了就 sorry 啊。你丢的就 sorry。你看这样，打吧。妈，我记录一下，打吧。来，尺子，上尺子。快。
不被打。不打不打不打你这个。小姐姐。快点。Sorry 不行啊，要打的。Sorry。光 Sorry 不行。你以后还要不要扔了？你还扔不扔？你还扔不扔？不要扔了。扔怎么办？扔打不打？别扔。你再扔打不打？不要扔了。别不要扔了。你说好的，以后放给你看。再扔东西，妈妈就要视频警告你啊。视频警告是什么意思？视频警告是什么意思，宝宝？这个是奥密克戎。这是什么？这个不是藕吗？我问你，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个是辣椒炒藕，已经吃完了吗？你能不能不扔，宝宝？这是什么？辣椒炒藕。回答问题，你能不能不扔？可不可以不扔？可不可以不扔，宝宝？辣椒炒藕。辣椒炒的，是的。爸爸问你问题呢，你能回答呀？你可不可以不扔东西，宝宝？不扔东西。我问你可不可以不扔，可以还是不可以？奥密克戎上线了。奥密克戎上线了。你是奥密克戎啊？奥密克戎上线了。你是不是奥密克戎啊？爸爸是奥密克戎。这样子，爸爸以后可能就不带你出去玩了。爸爸出去玩。哎，你不出去玩了？不出去玩。啊，真的啊？那你就爸爸在家里跟 Pepsi 一起玩。你在家里跟 Pepsi 一起玩。Pepsi 倒是要跟你玩，他为什么要跟你玩 ？Pepsi 也不想跟你玩。Pepsi 也不喜欢扔东西的小孩耶。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是假动作啊？你是逗妈妈玩呢？嗯，妈妈玩。哦，好吧，没有扔是吧？刚才没扔，手滑了。这扔了。这个是你扔的，对，地上扔了个桃子，你说怎么办吧？就是扔到学校，这个哦，有点破了，有点破了。啊，再换一个，这哦，我有点破。这山药。山药。这藕破了是指说藕上面有洞吗？上面有洞。这藕破了是吧？上面有洞啊。上面有洞。破了。不上姑姑，把那桃子那边捡起来，下来捡捡桃桃。啊，自己放桃条。捡放在桌上，你收拾啊。好，回来吧。爸爸要说什么？我再也不扔东西了，好不好？不扔东西。好的。